雨伞 Goreng 是一种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国家非常受欢迎的炸点心，这个名字在马来语中意思就是炸香蕉。那通常在早晨和晚上食用，通常是热的，常常由街头小贩出售。要制作炸香蕉其实非常简单，首先准备面糊，将100到150克的多用途炸香蕉粉倒入一个大碗中，加入水到粉末中，并搅拌均匀。过后剥去香蕉的皮，将香蕉切成两半或三份，在锅中加入足够的植物油，然后调至中高温度，将香蕉块浸入面糊中，确保均匀裹上面糊。小心将裹好面糊的香蕉块放入热油中炸，直到它们变成金黄色和酥脆，每批炸约2到3分钟。建议你在炸的过程时用低温度，以避免香蕉被炸焦了。过后准备酱料，将所有准备好的材料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。过后呢，将炸香蕉点入酱油中，享受美味的味道。